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换三分钟。首先，我们请曾委员鸣钟。主席院长，今天跟大家报告是从外商看台湾如何拼经济。美国再来商会每一年会对我国的经济情势进行调查之后提出报告。今年的调查报告既有198家美商提出意见，占商会的总人数的51%。这份报告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主要内容包括对台湾经济景气还有它经营的信心。有55%的美商对台湾今年的经济展望有信心，81%对今年的营运成长相当乐观，40%希望在今年能够增聘相关的人员。有关投资环境的部分，50%的美商认为台湾的劳基法缺乏弹性，有近84%对于台湾电力是否充分感到非常的疑虑。另外，有近58%的美商不满政府在制定相关法规时不重视企业的需求。另外，有59%在台美商对台湾政府想达成汇油加盐并快速减少碳排放的作为，认为会影响对台湾进一步的投资意愿。我认为政府重视这一份没有特定政治立场的报告所提出来的具体建议。蔡政府规划在2025达成灰核家园，要达到燃气50%、燃煤30%、再生能源20%，已被外界认为不可行。近日又重启核，更凸显蔡政府的能源政策不切实际，还衍生空污的问题。2017年供代表供电警戒的橘灯高达101天。今年确实有限电的危机，所以希望蔡政府能够重视这份报告，而且要重新检视现行能源政策的可行性。另外，我国也必须尽快调整产业体制，并推动经济全面自由化，在美国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 CPTPP 之际，台湾也应积极谈判争取加入，以提升我国全面的经贸竞争力并带动经济的发展。谢谢。谢谢曾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移民。院长、各委员，大家早。日前，蔡英文总统公开宣布将任命陈菊市长为总统府的秘书长，为年底的九合一大选操盘，公然将总统府变成民进党的竞选总部。但是，就是在7年前，民进党为了2012年总统的大选，公然污指当年总统府的高层在辞职前为马总统辅选，且公开指控总统府成立10人小组，领纳税人的钱，却在帮马总统辅选，痛批这是党国不分，要求当事人将薪水吐出，还为此向地检署按铃申告，检方还为此浪费司法资源调查近一年，最后证明子虚乌有。若当年民进党以最高标准要求马团队，本席认为现在也必须以相同的标准检视陈菊以及蔡英文的作为。总统府不是民进党派的资源转运中心，更不是黑道的堂口，是宪法明定的一级政府机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政坛该有的 ABC 常识。但在民进党人的眼中，只看到位子带来的资源及权力，至于正当性、合法性及社会观感，既不在乎，也不放在眼里，一副大权在握，谁敢拿本党奈何的老大心态昭然若揭。细数民进党蔡政府上台以来的双重标准，已是罄竹难书。上次企图开放美猪，日本核食进口不说，
下至蔡英文及各级民进党公职领18%，却大力攻击领18%的退休军公教，制造社会对立。对中国大陆的标准也是蓝军人士与大陆有关就是卖台，必须司法介入调查，修法拿掉合法的退休金，收归国产。遇到绿营自己人，如叶俊荣等一干人等赴大陆大赚人民币，就变成两岸正常交流，必须理性看待。昨非今是，脸不红气不喘，令人慨叹蔡英文所领导的团队的厚颜无耻。如果台湾必须继续放任民进党人如此颠倒是非，社会价值崩解不说，法律因人设事，外资及台商谁敢再来台湾的投资？表面上是民主国家，其实已经严重倒退成法西斯政权。这个社会谁敢说真话？谁还会信任政府？人民还会有希望吗？台湾人民真的必须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们真的还要让民进党长期执政下去吗？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致阳。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监察委员陈思梦最近又有大动作，要来调查扁案的法官。日前，他秘密发函要求台北地院调阅扁案第一次开庭到第一审宣判无期徒刑期间的所有的开庭录音录影档，以及陈审、庭长与受命法官等相关的法官判处陈水扁有罪的评议簿。但是这个案子全案仍有二次精改等五个部分，因为陈水扁保外就医啊，所以停审了，所以整个案件是尚未确定的。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裁判的评议于裁判确定前均不公开，而且宪法第80条也明文的规定，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来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所以陈思梦监察委员锁定了法院尚未定案的案件来调查，以大剌剌的侵害了宪法五权分立的原则，此举引起司法界的大反弹。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陈水扁先生近期的作为，台中的监狱已经特别为他量身打造了所谓的四不条件，对他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待，结果他还是明显的去触犯了这样子的底线，去为儿子的选举来站台。想当初台中的监狱针对陈水扁保外就医，早就设下了一些规定，包括不出席公开场所、不上台亮相、不能从事显然与医疗无关的活动，否则这个保外就医就要终止，必须回狱中来继续服刑。但是陈水扁前总统一再的去测试这些底线，去跨越这些限制，一下子出席募款参会，一下子又办签书会，一下子又大声的 K 歌，还不断透过新勇歌物语来放话，表示他还要继续出席所有的活动，看你法务部拿我如何。所以法务部的底线也就越来越宽了。我们看看这个双城，他们的联手啊，司法难道对他们一点责都没有吗？陈水扁不断施压法务部，中间就退一步，陈思梦不断发函司法院，司法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作为你要人民怎么相信政治不会去干预司法呢？你要如何让人民觉得这不是特权呢？所以我们希望双城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致恩。
各位早安。台大校长遴选延烧三个多月，从整个的卡管、拔管到回管，教育部为了逼退管中闵，千方百计从一道道的金牌无限延伸到地毯式的一个调查，如今又丢出了31项的附中兼课异议。摊开这31项当中呢，有26项是跟厦门大学有关，其中2项还是从百度的网络讯息，也都变成呈堂证供，要求管中闵必须亲自出面来厘清。即使台大人事处已经查证属实，厦门大学也发函，但是教育部就是不予采信，包括之前台大无数次的解释，教育部始终装聋作哑，近日更是态度强硬的扬言将拒绝聘任。没想到这整个的风波呢，也烧向了自己人。内政部的叶俊荣部长也被揭发到大陆有多所学校来授课，同样是依照规定到大陆去讲学，管案可以折腾100多天。但是呢，没完没了，叶部长呢，教育部既没有发函台大，也没有做跨部会的这样的查证，当天就以非常高效率的背书合法。何以教育部对叶教授护卫缓颊，却对管教授穷追猛打？叶部长发出声明，将他列为国际学者，本来就不足为奇，不应该穿凿附会，恣意认定。只是不知道管教授被铺天盖地的恣意认定的时候，叶部长到底是作何感想？更不知道他派去的内政部的代表，在跨部会卡管会议的时候，是否替管教授说出的什么的公道话？叶部长还说，挂名兼任或讲座是一个荣誉职，国际化不应该排除大陆，没有错。学术交流本来就是毫无国界，两岸自来交流，教育跟学术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什么时候把两岸的学术交流已经被打成违背国家利益的不法行为？悲哀的是，背负我们百年大计的教育部，竟然是堕落到成为整数一级的打手。最后，本席要讲一个故事。秦桧虐造很多的罪名，将岳飞陷害入狱。当时已经辞官在家的明哲保身的老将韩世忠忍不住问秦桧：“岳飞究竟犯了何罪？”秦桧蛮横的回答：“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什么叫莫须有？就是或许是，或许有罪。这就是本席质询教育部的沉痛的一个感受。教育部已经用有罪推论奋力拔管。最后不论结果如何，这场荒谬的斗争已经切切实实的在我们民主时代的台湾，也正点燃有莫须有何服天下的全民皆输的一个怒火。管教授不会输，但是呢，我们最担心的是输的是台湾的教育，输的是政府的公信。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委员早安。本席呼吁农委会别再装蒜，农产品特别防卫措施 SSG 严重失灵。云林县的蒜头占全国近90%，为全国最大的蒜头产地。然而民进党政府却放任大量的蒜头进口，冲击云林县的农民。事发后，农委会还不承认错误，更对外说蒜头没有价格崩盘的问题，完全是推诿责任、扭曲事实。根据媒体报道，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解释，关税壁垒无法临时加高。他说，若要启动 WTO 的 SSG， 也就是所谓的农产品实施特别防卫措施，也就是以关税保护本土农产品的机制，此机制受进口数值前3年进口量的平均所限制，而由于前2年进口量是有史以来最高，因此计算出来的今年进口量必须达到11920公吨才能够启动 SSG。而陈吉仲副主委的说法，这是 WTO 既定的规则，无法改变，若要更动，必须重新和国际谈判。换言之，农委会其实很清楚 SSG 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要非常严正地指出，蒜价崩跌从头到尾，其实农委会都在装蒜。按照陈吉仲的回应，坐实了农委会就是放任蒜头大量的进口，等于变相的
让我们未来 SSG 更难以启动。放任 SSG 失灵的贸易环境，政府的做法实在是令蒜蓉很伤心。陈吉仲副主委又说，政府也无法限制厂商在蒜头产季到来之前不能进口，或是限制厂商进口数量，干预市场的机制。如果农委会什么都不能做，那试问农民要农委会做什么呢？再者，如农委会所言，既然没有价格崩盘的问题，那么请问农委会和云林县政府为何要提出补救措施？这不是摆明在欺骗社会、欺负善良的云林县农民吗？立善已正式发函农委会农粮署，要求政府在蒜头进口超征相关关税，税金粗估高达新台币9亿元，政府理应以超收的关税或以受进口损害基金来补助农民的损失，并具体建议农粮署应立即启动保价收购蒜头，或以对地补助农民损失，维护农民权益。立善希望政府正视这个问题，否则云林县的农民绝对不会甘于损失。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蔡政府最近只看到卡管不准扫业，只准州官卡管不准百姓扫业，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让我们看出两套标准。卡管案查了3个多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到任何的资料，但是内政部长叶俊荣最近又被踢爆，也到大陆去授课，教育部却立马就出来背书，甚至没有经过查核，就立刻让我们整个的发言人出来讲话，说他叶部长只到大陆一次，但是陆陆续续，我们看到不仅只是一次，而且是无数次，可以换一句话讲，简直是中国通。可是我们回溯整个卡管案，也可以说是他所有的方法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一个状况，不仅止于教育部查，甚至于跨部会在做，甚至于要我们的检调单位也介入，这是多么的无耻，无耻至极。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只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因为蔡政府只因为看不到、看不惯管中闵的政治倾向，换句话讲，颜色不同，他就寄出各种不同的奥博来干涉我们整个大学聘任校长的校园自主跟学术的自由。我现在本席要请问蔡政府，是不是管中闵只要加入民进党，他就可以拿到台大校长的入场券？本席再问一次，蔡政府，请蔡政府明确的跟人民回答，是不是管中闵只要加入民进党，他就可以拿到台大校长的入场券？我想这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回溯我们整个包括民进党政府现阶段所有的政务官当中，不管是林万益，不管是叶俊荣，甚至于吴钊燮、陈良基，或者是其他种种的政务官，他们在大陆上、大陆所有进行的学术演讲或者是论坛，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学术交流。可是只要是蓝军去到大陆任何的活动，他们就卡到一件事，就是违法兼职，甚至于危害国家安全。我想这样子标准任何台湾人民都不会接受。我们希望蔡政府在卡管的过程当中，真的还给台大一个学术自主的空间，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蔡政府，谢谢。谢谢黄委员。
现在我们请徐委员裕人。院长、本院各位同仁，1962年，甘乃迪发表登陆月球演说。在接下来的10年，美国大力的发展他们的航空产业。1976年，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起飞，带动了下一个世代将近30年，台湾在世界电子产业的一个荣景。但是面临的过去的经济转型，还有国际社会的一个挑战，还有中国的崛起。我要问的事情是，我们台湾下一个经济支柱在哪里？我们下一个登陆月球的计划在哪里？本席认为，危机就是转机。事实上，现在国际的情势正对台湾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原因是台湾可以利用现在加密货币还有区块链技术崛起的一个机会，把台湾打造成加密货币之国，还有区块链之岛。面对区块链这个技术所带来的冲击是全面性的，从医疗、从教育、从制造业到物流到金融产业面。然而，加密货币代表了一种新兴的产业，对于货币、对于资产，还有对于这个所有的财富流动性，都可以给年轻人新的机会。去年9月。中国下令禁止 ICO， 就是首次代币发行。然而，全世界的热钱都往日本、韩国，甚至往台湾过来。如果台湾可以抓住这一次的契机，把法规、环境把它给设计好，创造一个友善、开放、自由的环境，让全世界研究加密货币技术，还有研究区块链的新创公司，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台湾设立公司，并且引导技术、资金、人才来到台湾。这样子，我们有以下几个好处：不但让台湾的经济的实力可以跟中国区分开来，因为我们不会做一个大规模的竞争，而是我们做一个差异化的竞争。第二个，对于世界新兴的技术的人才，台湾可以变成它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可以让台湾在这方面学习的这些工程师有一个国际的舞台可以发挥。第三，在面对全世界大国崛起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利用加密货币跟区块链这两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技术的整合，发展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数位主权的发言权。面对国际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局势，台湾不应该追求大规模的经济成长，我们应该要追求一个差异化，而差异化来自于对于科技的掌握，对于全面性变动的速度的快速的适应。我想这是值得台湾努力的目标。谢谢。谢谢徐委员。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7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五会期第7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五会期第7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4月10日上午9时1分至9时15分。10时1分至下午1时10分，20时48分至54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林委员立场等103人，请教委员陈委员超明等9人，主席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
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四十九案、第五十一案至五十三案、第五十五案至一百零八案、第一百一十案至一百一十三案、一百一十六案至一百二十七案、一百二十九案至一百三十一案、第一百三十四案至一百五十六案、第一百五十八案、第一百五十九案、第一百六十一案至一百六十六案、第一百六十九案至一百八十一案、第一百八十五案至一百八十八案、第一百九十五案至两百零五案、第两百四十案至两百四十七案、第两百四十九案、第两百五十一案、第两百五十三案、第两百五十七案、第两百五十九案、第两百六十七案、第两百七十八案、第两百八十二案、第两百八十三案、第两百三十、两百一十九案至两百二十五案、第三百九十三案至三百九十二案、第三百九十七案、第四百案、第四百零九案、第四百一十案、第四百一十六案、第四百二十案、第四百二十一案、第四百四十七案、第四百八十六案、第五百三十六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五十案、第五十四案、第一百一十四案、第一百一十五案、第一百二十八案、第一百三十二案、第一百三十三案、第一百五十七案、第一百六十案、第一百六十七案、第一百六十八案、第一百八十二案至一百八十四案、第一百八十九案至一百九十四案、第两百零六案至两百三十九案、第两百四十八案、第两百五十案、第两百五十四案至两百五十六案、第两百五十八案、第两百六十案至两百六十六案、第两百六十八案至两百七十七案、第两百七十九案至两百八十一案、第两百八十四案至两百一十八案、第三百二十六案至三百九十二案、第三百九十六案、第三百九十八案、第三百九十九案、第四百零一案至四百零八案、第四百一十一案至四百一十五案、第四百一十七案至四百一十九案、第四百二十案至四百六十六案、第四百四十八案至四百八十五案、第四百八十七案至五百三十八案、第五百三十七案至五百九十七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一百零九案决定进覆二读，并与相关委员会并案协商。第五百九十八案至六百零三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六百零四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五十八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五十六件。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五案均决定修正通过。第二案决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三案、第四案均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六案、第七案均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八案、第十一案、第十二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九案、第十案均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民进党党团提变更议程一案已通过，亲民党党团提变更议程一案及国民党团提变更议程九案均不予通过。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针对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的二十三人联聚推动保释法第三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经济委员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的二十人联聚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经济委员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十六人联聚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第十二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经济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十八人联聚公益财券发行条例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经济委员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
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十九人凝聚《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其于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十九人凝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其于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李冠泽等十六人凝聚《劳动基准法》第三十二条之二及第四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李冠泽等十六人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七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李冠泽等十七人凝聚《劳资争议处理法》第六条、第五十七条及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十九人凝聚《财政收支划分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等十六人凝聚《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十八人凝聚《医疗事故处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李立成等十八人凝聚《教育基本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凝聚《中央银行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九人凝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增订第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八人凝聚《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九人凝聚《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七人凝聚《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第二十九条及第四十七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凝聚《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九人拟废止《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法院组织法》第八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二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建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文化内容促进院设置条例草案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第五条、第七条及第三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八案，行政院函为修正《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应行公告调整增减之毒品之分级及品项、部分分级及品项，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九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该会一百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一百零七年三月十日业务执行现况及调查进度之专案报告，程序委会建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
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使用委托书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往会议内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报院会报四项第三十一案至第五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三十一案至第三十六案及第四十一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均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一案，经济部函为20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非生产性质行业能源大用户节电成效书面报告。第三十二案，减送台中发电厂公务排放检讨改善计划。第三十三案，减送台电公司对于核一核二厂提前停转后中南电北送能力冲击效益等评估报告。第三十四案，减送国内电源开发计划有效替补方案书面报告。第三十五案，减送蓝屿低放射性废弃物迁移书面报告。第三十六案，减送蓝屿储存厂委外办理案件采用标价格标示必要性与合理性书面报告。第三十七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99年度至104年以超支并决算方式支应不足经费书面报告。第三十八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营运绩效改善书面报告。第三十九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营运绩效改善检讨报告。第四十案，减送温泉事业发展基金何时订定计划目标及预算用途检讨报告。第四十一案，减送推动产业转型及低碳生产报告。第四十二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给水业务难获合理利润解决办法与因应方式书面报告。第四十三案，减送增文南化乌山头水库治理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预算编列方式书面报告。第四十四案，减送增文南化乌山头水库治理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目标及预期效益报告。第四十五案，减送增文南化乌山头水库治理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检讨改善报告。第四十六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决议第三十五项营运绩效改善检讨报告。第四十七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给水业务提升经营绩效检讨报告。第四十八案，减送加速改善无自来水地区用水问题书面报告。第四十九案，减送水资源保育与回馈费征收作业检讨办理情形检讨报告。第五十案，减送牡丹水库电力开发新建工程计划报告。第五十一案，减送湖山水库之人文生态及遗址教育展示园区办理情形书面报告。第五十二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营运水库服务收支改善方案检讨报告。第五十三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营运水库改采替代性人力措施检讨方案书面报告。第五十四案，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给水业务现行水价合理性检讨报告。第五十五案，减送经济特别收入基金推广贸易基金配置专任人员之必要性合理性与效力性书面报告。第五十六案，减送微电脑瓦斯表推广成效改善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请宣读第五十七案。第五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劳动基准法有关第三十四条缩短轮班间隔及第三十六条放宽七休一之例外情形，应先广泛搜集意见办理情形。程序往会议内请会交修复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立法院秘书长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立法院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所提决议事项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议内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国防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资业务项下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4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议内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六十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下陆航基地塔台通信装换装预算冻结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议内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六十一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预算冻结375万7000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六十二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资业务项下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3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上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4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145支部输油管线太坏工程设备及投资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5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项上军眷服务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6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建筑及装备项上一般资讯及资讯站设备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7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按日案件计资酬金预算冻结1/10，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8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教育行政之物品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9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将补助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0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上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1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上资讯服务费预算冻结3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0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军事人员项上各项加减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3案，国防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资讯服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4案，国防部该部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5案，国防部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项下国防资源管理预算冻结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报告事项第75案，一，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本案奏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6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上运输作业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7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军事行政项上人事行政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8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军事行政项下人事行政事委办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79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军事行政项下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费预算冻结3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80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教育训练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81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预算冻结3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政委员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二案，国防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三案，国防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后勤及通资业务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四案，国防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军事人员预算冻结3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五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作战综合作业之物品预算冻结3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六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训练综合作业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七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上训练模拟器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亿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八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奖金预算冻结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九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后勤及通资业务项上后勤补给支援之物品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案，国防部参谋本部军事行政上下人事行政中业务费预算冻结6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一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行政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作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三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训练综合作业预算冻结8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四案，国防部该部电讯发展是军事行政预算冻结2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五案，国防部参谋本部教育行政中业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六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上上防务及防治作业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七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计划管理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八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上多用途桥车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九十九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上个人全套潜水装备预算冻结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一百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第二代炮兵战技术设计指挥系统预算冻结1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一百零一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下新型通用直升机预算冻结3亿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2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项上，装部向动向预算冻结三亿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3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业务费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9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4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国军生物侦检装备准备之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5案，国防部该部国防资源管理中义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6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上上情报及测量作业预算冻结6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7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情报及测量作业有关案日案件计资酬金预算冻结2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8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国军化身放核威胁预测与防护预警系统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9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国军多功能雷关机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0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国军消防车筹购业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院会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1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院会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1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上办理各式相关性补给品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关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3案，国防部该部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之国外旅费预算冻结2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4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5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5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6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上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7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补给支援之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8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办理各式装用通用服装购置预算冻结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9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主副食与口粮中义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0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上一般作战设施预算冻结2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1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年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0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上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算动解办委员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应届年仅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3案，国防部该部后勤及通资业务预算冻结95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应届年请委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4案，国防部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预算冻结4779000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应届年请委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报事项第124案：一、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本案奏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5案：国防部该部一般装备预算冻结2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6案，国防部该部一般行政预算冻结2062万9000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7案，国防部该部环保业务预算冻结2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8案，国防部解送警卫勤务交份说明报告，程序委会建拟请与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第128案，现有一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本案奏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9案，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一般建筑及设备项上军事教育设备预算冻结1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建拟请由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0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推出第二款第17项新增决议一，冻结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委办费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1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17，健全技师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法制，提升工程产业国际竞争力之委办费冻结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0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18，协助工程产业全球化专案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3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5，派员出国计划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4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16，国会旅费冻结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5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19，办理技师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证照惩戒等一般事务费冻结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6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新增决议3，冻结公共技术规范认证整合维护推广与研发委办费50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7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6，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8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7，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9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20，捐助工程产业开拓全球市场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1，用以捐助工程产业开拓全球市场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内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8，如何避免政府采购工程案件变更设计与整延工程工期之情势发生冻结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3，有关劳动派遣劳务专栏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3，冻结公共工程计划及房屋法规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4，健全技师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法制，提升工程产业国际竞争力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5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新增决议2，公共工程计划及法规义务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6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1，冻结三项分支计划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7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2，公共工程计划及法规义务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内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8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6，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义务费委办费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内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9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4，冻结业务费委办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0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5，冻结业务费国外旅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1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新增决议4，公共工程计划执行之督导协调及考核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2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2，协助工程产业全球化专案及捐助工程产业开拓全球市场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3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3，采购竞合比率所编经费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4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9，冻结三项分支计划经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5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0，公共工程计划及法规业务公共工程技术业务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6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税收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7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4，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8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1，工程标案变更设计追加金额件数不减反增，税出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委，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9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送该会决议25，冻结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业务费委办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0案，行政院观光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28，冻结中央采购稽核小组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1案，行政院观光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27，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五分之一说明资料，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2案，行政院观光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29，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业务费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3案，行政院观光工程委员会解送该会决议30，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向下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冻结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4案，交通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公路总局决议28，冻结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5案，交通部解送公路总局决议29，冻结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公路新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6案，交通部解送公路总局决议30，冻结奖补助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7案，交通部解送公路总局决议31，冻结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公路系统4年104至107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8案，交通部解送公路总局决议38，冻结全国自行车友善环境路网整体规划及交通部自行车路网建制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9案，交通部减送公路总局决议37，冻结全国自行车友善环境路网整体规划及交通部自行车路网建制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0案，交通部减送公路总局及所属决议14，冻结资讯管理设备及投资硬体设备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1案，交通部减送公路总局及所属决议13，冻结资讯管理设备及投资硬体设备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0案，交通部减送公路总局及所属新增决议2，一般建筑及设备预算核动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3案，交通部减送观光局新增通过决议1，一般行政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核动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4案，交通部减送观光局新增通过决议2，观光业务预算核动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9案，交通部减送观光局决议1，冻结劳动派遣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6案，交通部减送运输研究所决议1，冻结交通部运输研究所107年度税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7案，交通部减送运输研究所决议5，冻结业务费向下国内旅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8案，交通部减送运输研究所决议4，冻结业务费向下国内旅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9案，交通部减送公路总局决议35，冻结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与会交通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0案，交通部检察公路总局决议6，冻结有关办理酒后驾车违规专班讲师费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1案，交通部检察公路总局决议36，冻结全国自行车友善环境路网整体规划及交通部自行车路网建设规建设计划预算冻结预算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0案，交通部检送中央气象局决议13，冻结购置高空观测探空耗材预算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3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33，冻结西滨快速公路后续建设计划预算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4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34，冻结金门大桥建设计划及淡江大桥及其联络道路建设工程计划预算10/1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5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11，冻结受训学员汽车修护、技工执照等相关作业费150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6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10，冻结监理业务设备及投资房屋建筑及设备费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7案，交通部检送运输研究所决议2，冻结业务费项下资讯服务费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8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27，冻结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预算10/1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9案，交通部检送中央气象局决议14，冻结气象测报项下其中出本、天文、日历等相关资料预算10/1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0案，交通部检送观光局新增通过决议3第3目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预算合同1/10报告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1案，交通部检送中央气象局决议15，冻结一般建筑及设备第一届营建工程预算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0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1，冻结人物成本预算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3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32，冻结圣文轩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预算10/1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3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43，冻结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预算10/1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5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11，铁公路重要交通工程合同20/1书面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6案，交通部检送中央气象局新增通过决议第一目气象科技研究发展合同10/1书面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7案，交通部检送该部新增通过决议7，轨道工程新建管理预算合同10/1中央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8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9，航政港政业务管理及执行合同10/1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99案，交通部检送中央气象局决议16，冻结营建工程项下房屋建筑及设备费5/1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本案，交通部检察公路总局决议四十一，冻结智慧树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立，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一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实地实目营业基金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您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六案，交通部检送中央气象局新增通过决议二第二目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您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三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四十，冻结智慧树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四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三第三目航山业务规划及督导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留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五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决议三十九，冻结智慧树系统发展建设计划经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六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二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刘毅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七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六第六目道路交通安全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八案，交通部检送税出第十四款第一项决议而冻结劳务承揽相关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零九案，交通部检送公路总局及所属局依法冻结监理业务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七十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第一目交通科技研究发展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一十一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五第五目路政业务规划及督导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一十案，交通部检送新增通过决议四第四目邮电业务规划及督导合同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七十三案，交通部检送税出第十四款第一项决议一，冻结劳务承揽相关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七十四案，财政部海外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税出第十款第八项决议一，冻结南区国税局一般行政上下的税务奖励金预算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报事项第两百一十四案，现有依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就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一十五案，财政部检送税出第十款第八项决议十八，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计征业务向下物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及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一十六案，财政部检送税出第十款第八项决议时，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计征业务向下直接税计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一十七案，财政部检送税出第十款第八项决议时一，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计征业务向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百一十八案，财政部检送税出第十款第八项决议十四，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计征业务向下间接税计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两百一十八案，现有一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本案奏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19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19，弄结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下电子处理及运用预算5%之专案报告型办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3，冻结南区国税局一般行政项上水电费预算1/5之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1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9，冻结南区国税局直接税稽征之一般事务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15，冻结南区国税局房屋案件处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3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2，冻结南区国税局经营分局办公厅设搬迁装修等经费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4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4，冻结南区国税局一般行政项下按日案件计资筹集预算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5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7，冻结南区国税局纳税服务及规划处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6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8，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纳税服务及规划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7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12，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税款征收及处理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8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16，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房屋案件处理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29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17，冻结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资讯服务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6，冻结南区国税局代购营运机等经费预算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1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8项决议13，冻结南区国税局建设税稽征之一般事务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6项决议8，冻结北区国税局建设税稽征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32案，现有一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奏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3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6项决议9，冻结北区国税局房屋案件处理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4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7项决议17，冻结中区国税局建设税稽征之一般事务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5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6项决议10，冻结北区国税局电子处理及运用之物品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6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10款第7项决议，冻结中区国税局人员维持之税务奖励金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予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36案，现有一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就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7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七项决议十二，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一般税务费预算五万三千万，外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8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七项决议二十一，冻结中区国税局电子处理及运用之物品预算五分之一重要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39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六项决议二，冻结北区国税局一般行政项上水电费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六项决议六，冻结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税款征收及处理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1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七项决议七，冻结中区国税局纳税服务及规划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七项决议二，冻结中区国税局及所属一般行政项上水电费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3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七项决议五，冻结中区国税局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专用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4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七项决议十一，冻结中区国税局办理性别平等工作所需经费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9案，财政部减送税出第十款第六项决议三，冻结北区国税局一般行政项上按日案件计资酬金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6案，财政部减送税收部分第十款第六项决议七，冻结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税款征收及处理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7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六项决议新增决议一，冻结北区国税及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预算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8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六项决议四，冻结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纳税服务及规划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9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六项决议十一，冻结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电子处理及运用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内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0案，财政部减送税收第十款第六项决议一，冻结北区国税局一般行政项上税务奖励金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50案一，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就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1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直接税稽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0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访问件处理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3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电子处理及运用之资讯服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4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大陆地区旅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5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上建筑税稽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其余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
第255万，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5万嘛，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6案，财政部减送冻结北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下直接税稽征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7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下纳税服务及规划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8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下电子处理及运用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59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国税稽征业务项下税款征收及处理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0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按日案件计资酬金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1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非消耗品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61案，一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0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办理租税、教育宣导、印制电脑题库、薪资所得共享办法等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62案，现有一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3案，财政部减送冻结中区国税局税款征收及处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为冻结十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64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金融监理预算100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银行局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合同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期货局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教育训练费预算377,000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8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期货局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水电费预算208,000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6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期货局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资讯服务费预算306,000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期货局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物品预算106,000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期货局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预算383,000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第275N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解送冻结证券行为决定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委员之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预算10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行为决定目向下正基本行政工作委员之之国内旅费预算24000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征选行为决定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委员会之短程车资预算2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将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保险局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检察局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合同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276案。一、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禁止美国国外账户税收遵从法不合作账户资讯申报平台等经费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8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金融监理向下教育训练费预算10万7000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金融监理向下通讯费冻结处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金融监理向下一般事务费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全数冻结金融监理向下道路地区旅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金融监理向下设备及投资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银行局一般行政向下业务费2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银行局一般行政向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银行局银行监理预算200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该会主管第二项权益务，冻结银行局银行监理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该会主管第二项决议6，冻结银行局银行监理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8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该会主管第二项其冻结银行局银行监理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该会主管第二项决议8，冻结银行局银行监理1/10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全数冻结银行局银行监理向下道路地区旅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行贿局一般行政向下杂项设备费1/5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2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减送冻结证券期货局证券期货市场监理1/1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3案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全数冻结证券期货局证券期货市场监理项下大陆地区旅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29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一般行政项下业务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保险监理项下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一般行政项下设备及投资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意见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保险监理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8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全数冻结保险局保险监理项下大陆地区旅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一般行政项下水电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一般行政项下一般事务费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保险局保险监理项下国外旅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处理。国民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2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项下业务费8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第302案，国民党党团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奏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检察局一般行政项下水电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项下国外旅费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冻结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项下大陆旅费二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报院会报事项第306案至第416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9、310、312、314、315、333、345、349、354、360、405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委员会审查，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或通过，请宣读。第306案，经济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部商业司推动商业科技发展预算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07案，简送国际贸易局一般行政预算冻结5%书面报告。第308案，简送能源局预算冻结第一目能源科技计划2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09案，简送投资业务处107年延揽海外科技人才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310案，简送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园区产业升级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311案，简送水利署税收预算第二目一般行政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310案，简送水利署水利建设及保育管理预算冻结5亿元书面报告。第313案，简送中央地质调查所预算冻结第三目地质调查研究449万2000元书面报告。第314案，简送中央中小企业处预算冻结第三目中小企业发展10%书面报告。
第315案，景颂工业局工业技术申请辅导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316案，景颂科技专案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第317案，教育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景颂体育署总税出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3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18案，景颂冻结第六幕第二节国际级两岸教育交流1000万元专案报告。第319案，景颂冻结第六幕各项教育推展5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20案，解送冻结教育部第七目第二节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9亿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21案，解送冻结教育部第五目学务与辅导5000万元专案报告。第320案，解送冻结教育部第四目终身教育4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23案，解送冻结教育部第三目中等教育4600万元书面报告。第324案，解送冻结教育部第二目高等教育30亿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25案，解送冻结教育部第一目一般行政5808万元书面报告。第326案，解送冻结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4000万元专案报告。第327案，解送冻结国家教育研究院第二目院务业务行业务活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328案，解送冻结国家教育研究院第一目一般行政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29案，解送冻结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200万元书面报告。第330案，解送冻结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第二目国民及学前教育1亿400万元书面报告。第331案，解送冻结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第一目是一般事务费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32案，内政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警政署及所属税处对调目向上办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计划经费冻结5%书面报告。第333案，解送警政署及所属税处第一目向上义务费经费冻结3%书面报告。第334案，解送警政署及所属税处第一目至第八目除人事费为冻结10%专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35案，解送营建署及所属税处预算第四目一般行政向上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第336案，解送该部税处预算第四目地震义务冻结5%书面报告。第337案，解送该部税出第七目向上强化自然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经费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38案，解送该部税出第七目内政资讯业务向上预算冻结1/6书面报告。第339案，解送该部税出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1%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40案，解送该部税出第十一目社会行政业务经费冻结10%书面报告。第341案，解送该部第七目内政资讯业务向上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第340案，解送该部第二目民政义务经费冻结1/6书面报告。第343案，解送该部第二目民政义务经费冻结1/10专案报告。第344案，解送该部所属单位税收预算第十一目社会行政义务冻结1/6书面报告。第345案，解送该部以义务费禁用临时人员劳务承揽人力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第346案，解送税出预算第四目地震义务冻结1/6书面报告。第347案，解送税出第三目户政业务经费冻结1/6书面报告。第348案，解送税出第三目户政业务经费冻结10%书面报告。第349案，解送移民署税出第二目向上建立整体性入出国际移民管理资讯系统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50案，解送移民署第二目向上建立整体性入出国际移民管理资讯系统经费冻结10%书面报告。第351案，解送移民署第二目向上建立整体性入出国际移民管理资讯系统之物品费冻结10%书面报告。第350案，解送移民署第二目向上自动产业通关系统维护案经费冻结10%书面报告。第353案，解送移民署第二目向上各专情对国境事务大队服务站及收容所之人员服装费冻结5%书面报告。第354案，解送移民署第二目向上加强入出国际移民管理规划等经费冻结1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55案，解送消防署及所属税出第一目一般行政处人事费外冻结10%书面报告。第356案，解送建筑研究所税出第二目建筑研究业务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57案，解送空中勤务总队新增局额第二目向上办理飞机维护5年忠诚计划冻结5%书面报告。第358案，解送空中勤务总队第二目向上黑鹰直升机种子人员训练及初次航材筹补忠诚计划经费冻结5%书面报告。第359案，解送空中勤务总队局第二目向上
办理非经维护年终澄清化冻结55%面报告，第三百六十案减送一证署税出预算 DM 一证业务冻结1/10书面报告，第361案减送一证署税出 DM 一证业务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第360案减送一证署税出预算 DM 一证业务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63案减送一证署税出 DM 一证业务冻结5%书面报告，第364案该部税出预算 DM 一般行政上下属人事费外经费冻结1/10减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65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会计所属单位预算决议9强化选举违规监察及提升财属效能等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66案减送税出第二款第11项新增决议3第二目项下办理及督导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冻结1/10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67案减送税出第二款第11项新增决议冻结第二目选举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68案减送税出第二款第11项决议2/3项下兼职费预算冻结1/10专案报告，第369案减送税出第二款第11项决议第二目选举业务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70案教育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冻结青年发展署第二目青年发展工作650万元书面报告，第371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新增决议一冻结第一目医学临床教学研究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0案减送冻结第九目第二节交通及运输设备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3案减送冻结第八目向下业务费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4案减送冻结第七目向下林区经营管理50万元书面报告，第375案减送冻结第六目向下奖补助费5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6案减送冻结第六目向下农民养护公务预算病床转型护理局项5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7案减送冻结第六目向下义务费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8案减送冻结第六目向下社区医疗服务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79案减送冻结第五目向下办理荣民工程公司净利计划60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80案减送冻结第五目向下业务费200万元书面报告，第381案减送冻结第五目向下设备及投资50万元书面报告，第380案减送冻结第五目一般行政200万元书面报告，第383案减送冻结第四目向下杂项设备费20万元书面报告，第384案减送冻结第四目向下荣民及荣眷生活辅导宣慰及座谈10万元书面报告，第385案减送冻结第四目向下业务费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86案减送冻结第四目向下海内外退伍军人联系租约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87案减送冻结第四目向下水电费40万元书面报告，第388案减送冻结第四目向下大陆地区旅游费5万元书面报告，第389案减送冻结第二目向下业务费10万元书面报告，第390案减送冻结第一目医学临床教学研究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90案减送冻结第十二目向下业务费之物品20万元书面报告，第392案减送冻结第十一目向下业务费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93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署算第二目海岸及海域巡防业务冻结5%书面报告，第394案减送该署第二目海岸及海域巡防业务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第395案减送该署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396案减送海洋巡防总局预算第二目海洋巡防业务冻结1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397案减送海洋巡防总局第二目海洋巡防业务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98案减送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预算预算第二目海岸巡防业务冻结10%书面报告，第399案减送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第二目海岸巡防业务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00案行政院道路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冻结该会联络业务经费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1案减送冻结该会联络业务经费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2案减送冻结该会经济业务经费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3案减送冻结该会港澳业务经费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4案减送冻结该会港澳业务经费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5案减送冻结该会法政义务经费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6案减送冻结该会委办费经费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7案减送冻结该会净化业务经费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8案减送冻结该会净化业务经费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09案减送冬节该会文教义务经费6%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
第412案减送冻结该会文教义务经费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11案减送冻结该会一般行政义务经费1/6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11案减送冻结该会一般行政业务经费1/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13案减送冻结该会捐助海基会办理2岸中间事务经费15%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13案交通部函为201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运输研究所新增通过取由2第3目运输研究业务合同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列入议程。第415案减送运输研究所新增通过决议第1目运输科技应用研究业务合同1/10书面报告请列入议程。第416案减送新增通过决议8轨道安全提升与改善合同1/10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员会报告事项第417案至第503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480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417案，卫生部函为201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领务局第2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18案，减送领务局第2目向下印制精品护照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第419案，减送领务局第2目领事事务管理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20案，减送领事事务局预算冻结第2目领事事务管理250万元书面报告。第421案，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5目国际合作及关怀4400万元书面报告。第422案，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4目国际会议及交流500万元书面报告。第423案，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3目驻外机构业务1230万元书面报告。第424案，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2目外交管理业务1200万元书面报告。第425案，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1目一般行政1094万1000元书面报告。第426案，减送该部第5目向上驻外技术服务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第427案，减送该部第5目向上驻外对外之捐助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第428案，减送该部第5目向下对外之捐助捐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29案，减送该部第5目向下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和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0案，减送该部第5目向下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奖补助费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1案，减送该部第5目向下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中业务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0案，减送该部第4目向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3案，减送该部第4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4案，减送该部第4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中业务费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5案，减送该部第4目向下中国防卫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6案，减送该部第4目向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7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制作国际资料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8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经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39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第440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委办费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1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订阅外文期刊、报章、杂志、购买与业务相关之书刊与及舆情资讯研搜等费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0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3案，减送该部第2目向下外交使节会议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4案，减送该部第1目向下资讯处理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5案，减送该部第1目向下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6案，减送该部决议22第6目第2节向下驻外单位替换公务车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第447案，减送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2目第1节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第448案，该部决议时第3目向上驻外水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800万元，请安排秘密专案报告。第449案，拟外交部函为201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部第1目向下巩固双边及多边关系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50案，司法院函为201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最初第4款第1项第1目决议是预算冻结书面。
面报告，第451案警搜搜出第四管第一项决议二预算冻结案书面报告，第452案警搜搜出第四管第十项第四目决议预算冻结案书面报告，第453案公民交易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警搜冻结税出科目限制竞争行为调查处理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第453案警搜冻结税出科目不公平竞争行为调查处理及多层次传销管理十分之一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第455案警搜冻结政策拟定及国际交流业务25万5000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56案检送冻结房屋及行政救济业务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457案检送冻结公民交易业务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第458案内政部函为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三期特别预算案决议检送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一营建署及所属第一目向下雨水下水道经费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59案检送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二营建署及所属第一目向下雨水下水道经费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第46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三期特别预算案决议检送农业发展预算冻结10%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第461案检送农业发展预算冻结4689万元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第460案经济部函为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三期特别预算案决议检送水利署和川区域排水管理及治理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第463案命国防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自动电讯指挥部讯通专案预算冻结二分之一检送书面报告。第464案自通电讯指挥部讯恒专案预算冻结二分之一检送专案报告。第465案自通电讯指挥部有关专案预算冻结1200万元检送书面报告。第466案自通电讯指挥部捷信专案预算冻结1000万元检送书面报告。第467案军备局旋风专案预算冻结三分之一检送书面报告。第468案军备局旋瑞专案预算冻结三分之一检送书面报告。第469案军备局万 A 专案预算冻结225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第470案军备局万盛专案预算冻结5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第471案军备局藤原专案预算冻结1亿5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第470案军备局尖兵专案预算冻结20%减送书面报告。第473案军备局基月专案预算冻结3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第474案军备局训练专案预算冻结2亿50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第475案军医局阳明专案预算冻结700万元减送书面报告。第476案经济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标准行业局预算冻结第四目标准行业及度线管理15%书面报告。第477案减送标准行业局冻结第一目建立及维持度量衡标准3000万元书面报告。第478案减送中小企业书冻结第一目中小企业科技应用1亿元书面报告。第479案减送国际贸易局预算冻结第二目国际贸易70万元书面报告。第480案减送税出第13款第一项冻结第九目投资损益10%书面报告。第481案减送工业局工业管理预算冻结1/10专案报告。第480案减送工业局税出预算冻结1/10专案报告。第483案审计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第二目向下中央政府审计工作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84案减送第二目向下通讯费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85案减送第二目向下审计训练预算冻结20%书面报告。第486案减送第三目向下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87案减送第四目向下冻结福建省金门县审计室新建办公厅税计划1542万元书面报告。第488案减送第四目向下福建省金门县审计室新建办公厅税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89案减送第四目向下其他设备资讯软体设备费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90案减送第四目向下其他设备审计业务电脑化系统更新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91案减送新北市审计署第二目向下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91案减送桃园市审计署第二目向下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93案减送台南市审计署第二目向下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94案减送高雄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第495案减送第一目向下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1/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96案减送新北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1/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97案减送桃园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1/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98案减送台中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预
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499案，解送台南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扣除人事费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500案，解送台北市审计署第二目向下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第501案，解送台中市审计署第二目向下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第505案。502案，减送台北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第503案，减送高雄市审计署第一目向下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员会报告事项第504案至第561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504案，交通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虽说第八款第一项决议而冻结交通部向下各计划预算之10%，减送书面报告。第505案，虽说第八款第二项决议而冻结中央气象局向下计划预算之10%，减送书面报告。第506案，经济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针对标准检验区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07案，针对该部中小企业处向下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08案，工业局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0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数位建设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预算冻结10%，请列入议程。第510案，经济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针对该部加工处区管理处及所属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11案。针对水利署及所属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10案，针对该部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13案，针对能源局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14案，交通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虽出电报款第三项决议而冻结公路总局及所属项下各计划预算之10%，减送书面报告。第515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虽出电款第三项国家发展委员会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1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级特别预算案决议，渔业署及所属水环境建设水域环境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请列入议程。第517案，水环境建设水域安全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请列入议程。第518案，林务局向下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第519案，水土保持局水环境建设水域发展预算冻结10%，减送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第520案，内政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建设建筑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遂出第三款第一项内政部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1案，遂出第三款第四项消防署及所属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该部主管第三项国民健康署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3案，该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向下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3案，该部主管第二项食品药物管理署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5案，该部主管第四项社会及家庭署向下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6案，财政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税处第四款第一项财政咨询中心向下计划决议二冻结预算10%之书面报告。第527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原住民族委员会向下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8案，内政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移民署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29案，行政署及所属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0案，经署及所属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1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冻结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向下各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0案，文化
化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冻结文化部向上课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3案，冻结文化资产局第一目第一节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4案，冻结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向上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5案，冻结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第一目第一节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6案，冻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向上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7案，冻结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第一目第一节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8案，冻结台湾国立台湾博物馆第一目第一节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39案，教育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冻结第5款第二项国民级学前教育署向上各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0案，冻结第5款第四项国家图书馆向上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1案，冻结第5款第5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向上计划预算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2案，第5款第一项教育部向上各计划经费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3案，第5款第三项体育署向下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4案，科技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岁数第13款第二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向上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5案，岁数第13款第一项科技部向上各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6案，岁数第13款第三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向上计划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47案，教育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该部主管第50384案，教育部优化建筑校园实作环境计划执行内容与经费配置书面报告第548案，减送该部主管第50388案，教育部优化建筑校园实作环境计划执行内容与经费配置书面报告第549案，减送数位建设建设下世代科研与智慧学习环境计划书面报告第550案，减送将望12年国民教育科技领域师资供需调查书面报告第551案，减送建构工商体系绿能云端资料中心调查会诊县市及高中职机房资料书面报告第552案，减送水域运动整体发展计划年度预算执行成效不佳之原因及改列特别预算之必要性案书面报告第553案，减送营造休闲运动环境向下营造友善自行车道计划及自行车道整体路网串联计划之倡议性及执行情形检讨书面报告第554案，减送营造休闲运动环境计划规划执行及管考机制书面报告第555案，减送新增通过决议第53/37项前瞻基础建设校园社区化改造计划和营造友善育儿空间书面报告第556案，减送该部第主管第53/76案书面报告第557案，减送该部第5/725案书面报告第558案，中央研究院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级特别预算案决议，冻结第一款第二项预算部分，减送相关计划办理情形书面报告第55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该署第二目第一节之环境品质感测物联网发展部件及执法应用计划空屏物联网产业开展计划等预算冻结10%减送书面报告第560案，法务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冻结第6款第一项该部向下计划预算10%书面报告第56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该会向下计划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员会第562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562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院会相互审查文化部函为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等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提报委员会存查。第563案至565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566案至568案为行政院及司法院函送本院。
曾委员明宗、古拉斯尤大卡委员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第569案为本院委员郭振亮、曾明宗当选第九届第五会期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质询事项将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邱委员、志伟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八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淑华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25件。宣读完毕。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各党团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变更议程如下表，详如附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无异议？无异议，做以下宣告：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九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立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立勋等35人拟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拟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请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好，七分钟的按铃时间已到，请问各位委员有谁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都没有问题。现在处理时代力量提议变更议程，共九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好，刚才已经宣读过了那么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9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暂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内容如下：有鉴于时代力量党团已于2016年6月13日正式提出《中华民国宪法》第130条条文修正草案，并于同年6月17日院会完成一读程序，其无论是总统于去年10月10日国庆典礼上之发言，与朝野各党团之呼吁，均希望尽速展开宪改工程，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本会期第五会期结束前由院长筹组修宪。宪委员会针对各委员提出之修法、宪法修正草案、修宪程序及议程制定等进行实质讨论及审查，是否有当建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三案至第六案内容如下：第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四十八人及委员徐玉仁等十七人分别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案委员徐玉仁等十七人拟具民法第1138条及第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五案委员蔡宇等十八人拟具民法亲属编增订部分条文草案；第六案时代力量团拟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4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七案内容如下：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健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五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下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我国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附二读，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
本案现由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及第8次约会建请变更议程，将下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由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9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及第8次约会建请变更议程，将下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第60条之1及第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自财政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由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期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下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啊，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1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9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期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下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历史正义与权力恢复法草案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1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
亲民党党团拟针对4月13日第九届第五会及第八次会议提出变更议程，增列讨论事项如下顺序授权议事处。亲民党党团有鉴于台电对于火力及核能方案的长期能源规划，在民国106至117年预计除役容量1475.0万千瓦，除了核一二三厂运转执照届其实容量514.4万千瓦外，火力除役部分为960.6万千瓦，包括燃气426.2万、燃煤210万千瓦及燃油324.5万千瓦。因此，台电规划火力新增发电计划，例如新北市深澳新1-2号机燃煤、嘉义大林新1-2号机燃煤、高雄新达新复循环1-2号机燃气等等，合计发电容量为2011.1万千瓦，包括燃气1567.8万千瓦、燃煤440万千瓦及燃油3.3万千瓦。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2015年650万人因空污而死亡，死于和水污染有关的疾病则是180万人，因食物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则为42万人，显示空气污染对健康与死亡的危害与影响远大于其他污染。原要求行政院赖清德院长应就火力发电大幅度增加对台湾全体人民之健康风险影响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没有异，做以下宣告。亲民哈，我恁看一下哦。啊，所以你们是要赞成还是要反？啊？好，那么怎么样？好，有意我们就还是啊，亲民党要不要撤案？啊？被标管。好，那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现在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中委员嘉宾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0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新北市政府于2014年已在深澳湾附近公告划设瑞芳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依据内政部区域计划法，瑞芳保育区乃属低级环境敏感区，另传海岸管理法，更将重要水产保育区划为一级海岸保育区，依法皆不得开发。原此建请会作等决议，要求深澳燃煤电厂相关之环评应退回重新审查，并于1个月内，赖清德院长率相关首长向立法院提出专用报告，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见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
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请各位委员赶快回去按表决卡啊！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1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8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党团针对日前大陆公布会谈31项措施，赖清德院长表示，不论是9二共识会谈或是立中政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并吞台湾。行政院已成立因应小组讨论反制措施，故要求行政院院长就大陆会谈31项政策提出具体因应办法，并率同大陆委员会主委及相关部会首长，尽速至立法院院会做专案报告，请公决案立委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好，习委员裕仁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第三案，国民党党团撤回提案，现在处理第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将委员林德福等35人，鉴于各界认为年金改革要科学依据才能够公众民众幸福，年金改革应本于计算数据来讨论，以民主对话权益进行，确保各职业的年金基金永续运作。蔡英文总统既然要推动年金改革，理应回应各界批评。本席的原提案建请蔡英文总统依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立即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向国会及全民说明，提出完整年金改革精算报告，在减少社会对立、社会冲突对立，秉持信赖、保护与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下，如何保证各职业年金不破产，请公决案立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70人，赞成1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五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台日经贸会谈，民进党政府是以准备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地区4县慈泉、立木、群马、千叶农产品及食品进口，引起国人高度焦虑恐惧。据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表示，日本政府对食品产制来源标示并无统一标准，且拒绝承诺提供我国产地来源安全证明，亦不肯与我国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再在证明蔡英文政府已无法为核灾食品的安全全做出有效把关，无法让民众吃得安心。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依据公民投票法第16条之规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3.11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4县市慈城、立木、群马、千叶等地区农产品及食品进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六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有鉴于日本总务副大臣近日访台时，竟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还会有不吃福岛等地区食品的现象，要求台湾开放日本福岛邻近5县食品。台湾并非日本殖民地，蔡英文政府竟放任日本总务大臣狂妄来台下指导期，罔顾台湾人的健康，更伤害台湾民众的情感。蔡政府媚日的软弱行径实令人不齿，原此建请本院决议，在核灾食品检验把关问题未获有效解决，民众无法对核灾食品检验放心前，不应贸然解禁，仍应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邻近5县市食品出台之限制，以落实捍卫国人健康并维护我国国情公决案，并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8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团有鉴于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之外交政策采取示弱暧昧态度，本次我国苏澳及东半球28号连续2天遭日本水产厅船舰驱赶，并实施水炮攻击事件。从外交部到渔业署之相关发言，未先保障国人之人身财产安全，原提案要求外交部应立即召回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以示抗议，并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率外交部长及驻日代表、海巡署长赴本院进行政府如何确保国籍渔船与我国经济海域重叠区作业安全专案报告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民进党政府外交政策懦弱无能，近日菲律宾政府宣布为打击钓鱼问题，将在台菲重叠经济海域之阳明岛新建海事基地。民进党政府领导之外交部针对本事件仅表示持续沟通，原建请会做成决议，邀请外交部应向菲律宾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并采取更强烈之外交手段，以维护我国自己尊严。国防部及海巡署应该部件在渔民经常作业之海域遇到海上冲突，应采取强硬措施确保渔民权利，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九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政府日前宣布来台旅客人次仍破千万，且还创新高，但国内观光业却一直喊景气萧条，究竟千万旅客哪去了？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邀请行政院赖清德院长赴立法院，针对如何振兴观光产业方案提出专案报告，以重振我观光产业及公决案，立委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0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日前赴美访问时传承诺为争取加入 TPP 跨太平洋战略伙伴经济协议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国民党党团坚决反对牺牲全体国人健康、食品安全及养猪产业换取加入 TPP， 原要求议会通过决议。本院基于捍卫国人健康、为食品安全把关，坚决反对蔡英文政府为加入 TPP 开放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牺牲国人健康、养猪产业、猪农权益及国际经济发展情况决案，自委员会抽出进符合多并列为逃税的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现在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1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证券交易税条例第2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4月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王兆景委员荣昌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除请提案委员曾明宗等分别说明提案要旨，财政部许部长于者报告行政院提案，于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之询问，另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提案要旨说明及主管机关首长说明与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选答后，并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与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与会讨论本案时，由王正行委员荣昌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昌，好，不说明啊，好，谢谢。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二，请宣读条文。第二条之二，自中华民国106年4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同一证券商受托买卖，或自107年4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证券商自行买卖同一账户于同一营业日现款买进与现券卖出同种类同数量之上市或上柜股票，于出卖时按每次交易成交价格以1.5%税率课征证券交易税，不适用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宣读完毕。第二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二条之二，自中华民国106年4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同一证券商受托买卖，或自107年4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证券商自行买卖同一账户于同一营业日现款买进与现券卖出同种类同数量之上市或上柜股票，于出卖时按每次交易成交价格以1.5%税率课征证券交易税，不适用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奏以下决议：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之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我们请曾委员明宗。院长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首先感谢院长还有在座同仁还有财委会的同仁审查通过证券交易税的条例，有关当冲降税从3%降到1.5%，首先在这里表达感谢的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跟各位报告，有关当冲交易其实它有三大功能，包括交易的投资投机跟避险的功能，这在国外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它当冲的交易占它的交易量高达45%，日本的交易量占40%，那香港新加坡占20%左右，所以在国外非常普遍的一个交易形式。第三点，其实这个当冲交易过去在台湾被禁止了几十年，早在我担任金管会主委的时候还没有开放，所以我在任内在103年1月3日开放当冲的交易，所以后来当时大概叫总占整个国内当天的交易量10%。那去年我提议希望把证券交易税当冲的部分把它3%降到1.5%，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过去一年来的当冲的交易量从10%倍增成长到20%，这段期间不但交易量增加了，证交税增加了，所以已经发挥它原有的功能。所以今年我再一次提案，希望把当冲交易税的3%降到1.5%。希望把它实施期间增加为5年。那经过财委会协商审查通过，
那维持是希望有3年八个月，那基本上我也赞成。那谢谢院长还有在座各位同仁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曾委员。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关税法第17条、第84条及第96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五会期第7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报院会，本案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法案名称行政院函请审议关税法第17条、第84条及第9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协商时间107年4月2日星期一10:32，协商地点群贤楼9楼大礼堂，协商结论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协商主持人郭正亮，协商代表王荣章、周成秀霞、徐永明、柯建明、许志杰、何新纯、林德福、李彦秀、曾明宗、李红军。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无异。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关税法，请宣读条文第17条。第17条，进口报关时，应填送货物进口报单，并减负发票、装箱单及其他进口必须具备之有关文件；出口报关时，应填送货物出口报单，并减负装货单或托运单、装箱单及依规定必须缴验之输出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文件；前二项之装箱单及其他依规定必须缴验之输出入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文件的，于海关放行前补付之；前项文件如于海关通知之翌日起算2月内未补送者，该进出口货物除涉及违法情事，应依相关规定办理外，应责令限期办理退运出口或退关领回。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以书面声明放弃或未依限办理退运出口或退关领回者，依据或准用第96条规定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报单，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得减负证明文件向海关申请更正，前项得申请更正之项目、期限、审核之依据，应减负之证明文件及其他依遵刑事上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宣读完毕。第1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84条。第84条，报关业者违反第22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申请、换发或办理报关业务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之报关业务或废止报关业务证照。报关业者因报单申报错误而有前项情事者，与海关发现不符接获走私密报通知实施事后稽核前，主动依第17条第5项规定及第6项锁定办法代理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申请更正报单，并经海关准予更正，免依前项规定处罚。专责报关人员违反第22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责报关人员职责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之报关审核、签证业务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第8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96条。第96条，不得进口之货物，海关应责令纳税义务人限期办理退运，如纳税义务人以书面声明放弃或未依限办理退运，海关得将其货物变卖，所得价款予扣除应纳关税及必要费用后，如有余款应归缴国库，依前项及第73条第2项、第74条第2项规定处理之货物无法变卖而需销毁时，应通知纳税义务人限期在海关监视下自行销毁，借其未销毁者由海关进予销毁，其有关费用由纳税义务人负担，并限期缴付海关。已缴纳保证金或征税放行之货物，经海关查明属第1项，应责令限期办理退运，而纳税义务人未依限办理者，海关得没入其保证金或追缴其货价。第1项海关责令限期办理退运及前项没入保证金或追缴货价之处分，应自货物放行之翌日起算1年内为之。宣读完毕。第9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七条，进口报关时应填送货物进口报单，并检附发票、双商单及其他进口必须具备之有关文件；出口报关时应填送货物出口报单，并检附装货单或托运单、双商单及依规定必须缴验之输出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文件。前一项之装商单及其他依规定必须缴验之输出入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文件的，于海关放行前补付之。前项文件如于海关通知之一日起算二个月内未补送者，该进出口货物除涉及违法情事，应依相关规定办理外，应责另限期办理退运出口或退关领回。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以书面声明放弃或未依限办理退运出口或退关领回者，依据或准用第九十六条规定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报单，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得检附证明文件向海关申请更正，前项得申请更正之项目期限审核之依据，应检附之证明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八十四条，报关业者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申请、换发或办理报关业务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之报关业务或废止报关业务证照。报关业者因报单申报错误而有前项情事者，与海关发现不符件或走私密报通知实施事后稽核前，主动依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及第六项锁定办法，代理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申请更正报单，并经海关准予更正，免依前项规定处罚。专责报关人员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责报关人员职责之规定者，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或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之报关审核签证业务或废止其登记。第九十六条，不得进口之货物，海关应责令纳税义务人限期办理退运。如纳税义务人以书面声明放弃或未依限办理退运，海关得将其货物变卖所得价款予扣除应纳关税及必要费用后，如有余款应缴归国库，依前项及第七十三条第二项、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处理之货物无法变卖而需销毁时，应通知纳税义务人限期在海关监视下自行销毁，借其未销毁者由海关禁予销毁，其有关费用由纳税义务人负担，并限期缴付海关。已缴纳保证金或征税放行之货物，经海关查明属第一项，应责令限期办理退运，而纳税义务人未依限办理者，海关得没入其保证金或追缴其货价。第一项海关责令限期办理退运及前项没入保证金或追缴货价之处分，应自货物放行之一日起算1年内为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关税法第十七条、第八十四条及第九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讨论事项第三案，海关弃私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报院会，本案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法案名称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弃私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严宽恒等十七人，委员罗志正等二十人分别拟具海关弃私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三案，协商时间107年4月2日星期一10:32，协商地点军衔楼九楼大礼堂，协商结论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协商主持人郭正亮，协商代表王荣章、周成秀霞、徐永明、柯建明、许志杰、李彦秀、何新纯、李红军、曾明宗、林德福。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无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海关弃私条例，请宣读条文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违反第八条规定而抗不遵照者，处管理人新台币6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经查明以载运私货为主要目的者，并没入该运输工具。宣读完毕。
第二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未经允许擅自驶入非通商口岸者，没入之。但因不可抗力或有其他正当理由，经管理人函报当地有关主管机关核实证明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二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船舶在沿海二十四海里界内，或经追缉逃出界外，将货物或货物有关文件毁坏或抛弃水中，以避免弃货者，处管理人及行为人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没入该船舶。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发地有关走私信号传送消息与私运货物进口或出口之运输工具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二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以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私运货物进口、出口、请安或搬移者，处管理人新台币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其情节经查明前处运送业者有包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当方法使其运输工具之工作人员私运货物进口或出口者，处以本条例或其他法律处罚外，并得停止该运输工具30天以内之节关出口。前项运输工具与载运枪炮弹药或毒品为主要目的者，没入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未到达通商口岸之正当卸货地点，未经许可而擅行起卸货物或自用物品者，处管理人货价2倍以下之罚款，并得将该货物及货物品没入之。擅自转载、放置或收受前项货品、物品或帮同卸装卸者，依前项规定处罚。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九条删除，第三十条删除，请宣读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所载货物有下列情事之一，且经海关查明未具有货物运送契约文件者，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处罚运输业者，责任归属货主者处罚货主，运输业者与货主共同为之者，分别处罚之：一、未列入仓口单或载货清单；二、货物有2包以上合成一件而未在仓口单或载货清单内注明。宣读完毕。第三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二条删除，第三十三条删除，第三十四条删除。请宣读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进出口货物、通运货物、转运货物、保税货物、邮包行李或货柜存放于船舶、航空器、车辆、其他运输工具或其他处所，而在海关监管下或经海关加封下所有擅自由擅行改装、移动、搬运、涂改标志号码或拆封开锁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情节重大者，并得加倍处罚。宣读完毕。第三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私运货物进口、出口或经营私运货物者，处货价3倍以下之罚款；起卸、装运、收受、藏匿、收买或代销私运货物者，处新台币9万元以下罚款；其交顾或引诱他人为之者，一同。前二项私运货物五没入之。不知为私运货物而有起卸、装运、收受、储藏、购买或代销之行为，经海关查明属实者，免罚。宣读完毕。第三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包运货物进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是情节轻重，除所漏进口税额5倍以下之罚款，或没入或并没入其货物，以虚报所运货物之名称、数量或重量；二、虚报所运货物之品质、价值或规格；三、缴验伪造、变造或不实之发票或凭证；四、其他违法行为。包运货物出口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没入其货物；有前二项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依前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处罚。冲退进口原料税捐之加工外销货物，报运出口而有第一项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以一冲退税额5倍以下之罚款，并得没入其货物。宣读完毕。
第3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9条之一。第39条之一，包运之进出口货物有非主真品平行输入之侵害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者，处货价三倍以上之罚锾，并没入其货物；但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从其规定。宣读完毕。第39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0条。第40条，由国外寄递或携带入境，或在国内持有，经国外发货厂商签字，可供填写作为进口货物发票之预留空白文件者，处持有人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锾，并没入其文件。宣读完毕。第4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41条删除。请宣读第42条。第42条，海关对于报运货物进口出口任有违法嫌疑时，得通知该进口商、出口商或主货收货人，将该货物之发票、价单、账单及其他单据送验，并得查阅或抄录其与该货物进口出口买卖成本价值、付款各情事有关之账簿、信件或发票簿。不为送验或拒绝查阅抄录或意图湮灭证据，将该项单据账簿及其他有关文件藏匿或毁坏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4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3条。第43条，以不正当方法请求免税、减税或退税，而有逃漏税或逸充退税情事者，处所漏或逸充退税额5倍以下之罚锾，并得没入其货物。宣读完毕。第4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5条之三。第45条之三，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因报单申报错误而有第37条或第39条第二项锁定情事者，于海关、税捐稽征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机关接获检举进行调查前，主动申请更正，经海关准予更正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于更正范围内免予处罚：一、货物放行前一经海关核定免验货物；二、经海关核定应验货物且未涉及逃避管制者，于向海关补送报单及有关文件前申请更正，但未于接获海关连线核定通知之翌日办公时间终了前补送者，不适用之；二、货物放行后未经海关通知实施事后稽核，非属前项情形而有非其他本条例锁定应予处罚情事之行为人，于海关、税捐稽征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机关接获检举进行调查前，向各该主管机关呈报并提供违法事证，因而查获并确定其违法行为者，于呈报范围内免予处罚。依前二项规定主动更正或呈报者，如有应补缴之税款，应自该项税款原缴纳期间届满核定免税或充退税之翌日起算至补缴之日止，按原应缴纳税款期间届满核定免税或充退税之日，邮政除息一年期定期除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计利息一并缴纳，实得免于处罚。宣读完毕。增订第45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5条之四。第45条之四，依本条例裁处没入之货物或物品需为适当处理，而其费用于财政部公告之一定金额者，由海关命受处分人负担全额费用，前项费用之追缴、救济、保全及执行程序，准用第46条至第48条、第49条之一第一项、第50条、第51条及关税法第9条规定。依第一项规定，命负担全额费用之处分，应于支付处理费用之日起5年内为之，但货物或物品于没入处分确定前已支付处理费用者，自没入处分确定之日起算。宣读完毕。增订第45条之四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50条维持现行条文，第51条维持现行条文，第52条删除，请宣读第53条。第53条，没入处分确定后，受处分人得依法缴纳税捐，申请依或核定货价备款购回下列货物或物品：一、准许进口或出口者；二、经管制或进口或出口货价在新台币45万元以下者，但体积过去或易于损坏变质或其他不易拍卖或处理者，得不受货价新台币45万元以下之限制，违禁物品或禁止进口或出口货物不适用前项规定。宣读完毕。第5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意无意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二十三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违反第八条规定而抗不遵照者，处管理人新台币6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经查明以载运私货为主要目的者，并没入该运输工具。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未经允许擅自驶入非通商口岸者，没入之。但依不可抗力或有其他正当理由，经管理人函报当地有关主管机关核实证明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五条，船舶在沿海24海里界内，或经追弃条书界外，将货物有关文件毁坏或抛弃水中，以避免弃货者，处管理人及行为人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该船舶。第二十六条，发递有关走私信号、传送消息与私运货物进口或出口至运输工具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第二十七条，以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私运货物进口、出口经营或搬运者，处管理人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其情节经查明前述运送业者有包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当方法使其运输工具之工作人员私运货物进口或出口者，除依本条例或其他法律处罚外，并得停止该运输工具30天以内之解关出口，且将运输工具以载运枪炮弹药或毒品为主要目的者，没入之。第二十八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未到达通商口岸之正当卸货地点，未经许可而散行起卸货物或自用物品者，处管理人货价2倍以上之罚锾，并得将该货物及物品没入之。擅自转载、放置或收受前项货物、物品或帮同装卸者，依前项规定处罚。第二十九条删除。第三十条删除。第三十一条，船舶、航空器、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所载货物有下列情事之一，且经海关查明未具有货物运送契约文件者，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处罚运输业者，责任归属货主者处罚货主，运输业者与货主共同为之者分别处罚之：一、未列入仓库单或载运清单；二、货物由2磅以上合成一件而未在仓库单或载货清单内注明。第三十二条删除。第三十三条删除。第三十四条删除。第三十五条，进出口货物、通运货物、转运货物、保税货物由包行李或货柜存放于船舶、航空器、车辆、其他运输工具或其他处所，而在海关监管下或经海关加封下所有擅行改装、移动、搬运、涂改标志号码或拆封开锁者，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并限期改正；借其外改正者，得按次处罚。情节重大者，并得加倍处罚。第三十六条，私运货物进口、出口或经营私运货物者，处货价3倍以上之罚锾；起卸装运、收受、藏匿、收买或代销私运货物者，处新台币90,000元以下罚锾；其招雇或引诱他人为之者，一同前额向私运货物没入之。不知为私运货物而有起卸装运、收受、储藏、购买或代销之行为，经海关查明属实者，免罚。第三十七条，包运货物进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视情节轻重，处所漏进口税额5倍以下之罚锾，或没入货并没入其货物；以虚报所运货物之名称、数量或重量，而虚报所运货物之品质、价值或规格；三、缴验伪造、变造或不实之发票或凭证；四、其他违法行为。包运货物出口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其货物。有前二项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依前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处罚；冲退进口原料税捐之加工未销货物，包运出口而有第一项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以一冲退税额5倍以下之罚锾，并得没入其货物。第三十九条之一，报运之进出口货物有非主真品平行输入之侵害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者，处货价3倍以下之罚锾，并没入其货物；但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从其规定。第四十条，由国外寄递或携带入境或在国内持有，经国外发货厂商签字可供填写作为进口货物发票之预留空白文件者，处持有人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没入其文件。第四十一条删除。
第42条，海关对于报运货物进口、出口任由违法行驶，得通知该进口商、出口商货主或收货人，将该货物之发票、价单、账单及其他单据送验，并得查阅或抄录其与该货物进口、出口、买卖成本、价值、付款各情税有关之账簿、信件或发票簿，不为送验或拒绝查阅、抄录或意图湮灭证据，将该项单据账簿及其他有关文件藏匿或毁坏者，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下罚款。第43条，以不正当方法请求免税、减税或退税，而有逃漏税或逸充退税请示者，处所漏或逸充退税额5倍以上之罚款，并得没入其货物。第45条之3，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说出人因报单申报错误而有第37条或第39条第二项锁定请示者，与海关、税捐稽征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机关缉获、检举、进行调查前主动申请更正，经海关准予更正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于更正范围内免予处罚：一、货物放行前经海关核定免验货物；二、经海关核定应验货物且未涉及逃避管制者，于向海关补送报单及有关文件前申请更正，但未于接获海关连线核定通知之一日办公时间终了前补送者，不适用之。二、货物放行后未经海关通知实施事后稽核，非属前项情形而有其他本条例锁定应予处罚情事之行为人，与海关、税捐稽征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机关接获检举进行调查前，向各该主管机关主动呈报并提供违法实证，因而查获并确定其违法行为者，于呈报范围内免予处罚。依前二项规定主动更正或呈报者，如有应补缴之税款，应自该项税款原缴纳期间届满核定免税或充退税之一日起算至补缴之日止，按原应缴纳税款期间届满核定免税或充退税之日，由政处其一年期定期除金固定利率，按日加借利息一并缴纳，使得免予处罚。第45条之4，依本条例裁处没入之货物或物品均为适当处理，而其费用于财政部公告之一定金额者，由海关命受处罚受处分人负担全额费用，前项费用之追缴、救济、保全及执行程序，全用第46条至48条、第49条之1、第1项、第50条、第51条及《关税法》第9条规定。依第1项规定，命负担全额费用之处分，应于支付处理费用之日起5年内为之，但货物或物品于没入处分确定前已支付处理费用者，自没入处分确定之日起算。第52条删除。第53条，没入处分确定后，受处分人得依法缴纳税捐，依法依核定货价备款购回下列货物或物品：一、准许进口或出口者；二、经管制进口或出口货价在新台币45万元以下者，但体积过去或易于损坏变质或其他不易拍卖或处理者，得不受货价新台币45万元以下之限制，违禁物品或禁止进口或出口货物，不适用前项规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奏以下决议：海关弃失条例增订第45条之3及第45条之4条文，删除第29条、第30条、第32条至第34条、第41条及第52条条文，并将第23条至第28条、第31条、第35条至第37条、第39条之1、第40条、第42条、第43条及第53条条文修正通过。报院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4月17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4案，现在休息。